主料：鸡大腿500克，番茄100克，土豆200克，洋葱100克，胡萝卜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姜，鸡精2克，料90毫升，糖5克，老抽5毫升。发酵一个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大腿洗净，斩成块，把鸡腿肉块捉水备用。番茄去皮切成块，洋葱洗净切成块，土豆和胡萝卜去皮切成滚刀块。锅中放入少量的油爆香八角，加入鸡块翻炒，加入葱姜继续翻炒至鸡块出油为黄，盛出，倒出多余的油，下入番茄块煸炒，番茄煸炒至成泥，倒入洋葱翻炒均匀，放入煸出油的鸡块翻炒均匀，加入老抽糖料酒继续煸炒，加入开水焖过鸡肉，再加入土豆和胡萝卜块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炖焖30分钟，加入盐和鸡精调味，收浓汤汁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汤汁不要收得太干，留一些汤汁，拌饭很香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